大家看我现在的样子呢，是我已经去完 cos 的活动了，但是当天吹水吹得太尽兴，没有怎么拍视频，所以有些补一些，复刻一下当天的一些穿搭，然后再随便逛逛街。我们准备去吃早餐，早上现在是9:22。关于我现在为什么开了这个车，等我再跟你们解释。先走了。对，网友见面。首先这是个定制区，我们这次是一个一些素材，这双鞋，这是用来压上去的图案，对，露脚印，哇，帅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 logo， 还有加拿大的，好看，都素帅，好，行，然后 T 恤在这儿，这样很帅，还有三个颜色可以选，三个颜色，那就 fire， 这是为这次发售特意做的一个，那就 fire。国内一般就是 Heritage 的几款，Heritage 这系列，这边就是金刀陀螺嘛，然后这一面墙呢比较特别，这面墙等于除了这两款鞋是，就你穿的这个，是穿这个，这些两双鞋是一发售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秋冬，对，那皮克特，是这次反正比较特别，就是小山羊皮，是它这种中意，哦，然后那里也是，哦，真的 N9000 吧，真的，最重要就是这个，哎呀，有这个。我有一對全灰的，是這隻，個質不同的，這隻都不錯，有些那個什麼 Nigel， 他說這個是有 Undefeated 的配色，橙綠嘛，是吧，還有 Number， 多少意大利橙，這個真的意大利橙，是啊，不錯，很漂亮，挺好看的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风格就要比较专一点，就比如说我要把这个鞋子的前因后果什么什么说得很细，可能喜欢说一些花边一点的东西，明白？又有说一些比较跟生活融合的东西。跟生活有关。想要杯冰美式，然后有三个豆子，看一下，浓一点，香一点，跟酸一点。白马、矮马、风马是吧？对，风马好了。风马，直接拿着喝吗？对，拿着喝就好。坐一下先。好 ，OK。舒服。这真的放咖啡绝了，出风口一直对着，完全不会热掉，尤其是天气爽。唯一不好就是为什么要用纸吸管，泡久了怎么办？这个车的门真的很难关。
先大概复刻一下我早两天去 COS 参加 Diadora N9000 的发售活动的那一天的穿搭。鞋就是 N9000， 但是是普通的款式，已经发售的颜色。然后接下来好像还有几个没发售的颜色，也是同样的款式。然后身上的衣服就是他们这次活动的一件 T 恤，后面的图案呢是我自己印上去的，就是他们给的选择的图案，然后你可以自己摆放。当然上面这行字是本来就有的，我黑白灰我选了灰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裤子就是 Goopy Mae 的一条今年春夏的裤子嘛，帽子是 North Project， 然后 look 大概就这个样子。今天开这台车出来呢，主要就是算是我家买了一台新玩具吧，不是什么车评的充值节目啊，我也没有打算拍车评。这台车对我自己来讲的话，会比我自己那台更好在老城区逛，然后就今天开出来玩一下，看一看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在里面。这车门真的很重，没有放太多，加了一个软垫、防滑垫，加了一个这一个防止副驾踢到油门的这个叫什么中央扶手的延伸吧。本来它只有这么长，加了之后我觉得储物空间要多一点，但是主要还是安全性。因为很奇怪，这台车的油门和刹车踏板它比较靠整台车的中间部位，它不是特别靠主驾，所以我觉得放一个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别就没什么了。加了一些地垫，这个应该都是比较基础的，这一个买车一定会放的东西吧。然后后面基本上是不坐人的一个状态了，我去到后面开门给你看。好，看一下后面放了一些东西，应该主要是我爸的东西了，因为这车平时他在用。一个就是这买菜的箱子，这个箱子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叫 Risu， 一个日本的牌子。它本来是野营箱，但我现在买了给他买菜用，就是方便他买什么瓜果蔬菜或者鸡鸭鱼肉这种，不会有东西洒出来，然后放得比较稳嘛。现在是没有装东西的样子了，过后我会再拍它装东西的样子给你们看。后面大概就这样一个布局，两个座位现在都是放倒的状态，因为平时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人在用。真的有乘坐需求的话，我选择立其中一个椅子，就不会说两边椅子都立起来。然后它会放双备用的鞋，因为它那双鞋实在是惨不忍睹，我就不想放上来了，我就换一双稍微样子好看一点的，就大概示意一下。平时这是它使用的一个状况了。By the way， 如果有人好奇的话，这双鞋是梅老师最新发售的一个联名合作的项目吧？这个项目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做了。到现在终于呈现给大家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啊。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隐藏空间，这个地垫呢是为了美观把它盖住了，把它掀起来的话可以看到底下还有一个大概有半只手臂，我半只手臂深的这样一个深度一直通过去。但这边呢是因为要放这个车的充电枪，充电枪自带了一个小的包包，然后里面充电枪灭火器啊什么的都是在这个包包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应急的什么背心这种东西。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空置的，目前是空置的状态，它可能未来可能会放一些其他的工具啊，或者是备用的东西吧。这就是这个车的储存空间的说明吧，大概就这样子啊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买菜之后的样子吧，给大家看一下刚买完菜之后这个大概的一些东西哦。买一点蔬菜、姜、葱什么的就可以这样放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还有一些什么饮料，我觉得就会比较的规整，这个箱子用起来也比较合适，尺寸刚刚好。然后这个开口的大小嘛，拿取这个箱子也蛮方便的，就进进出出什么的不会太大。因为这个箱子它，我这一款是33升，它另外还有一个50升，还有70升，两个就比较大一点点，可能是相当于两个到这个位置，那就真的后排除了放箱子放不了别的东西。一次采购的话，这一个箱子还是蛮不错的，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。买了些什么？买了些萝卜、苏打水、带鱼、椒、姜、葱、蒜、蔬菜，水果就没买，因为家里已经有了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在老城区开它，我真的非常快乐。很多人都目光会集中在这台车身上，好像销量也蛮多的。我们家买这台车的时候还要定，就是完全没有现货的，看你选颜色。我这台是等了半个月，如果是买黑顶的这个配色，要等3个月，就很夸张，完全没现货。然后它销量，我问了 sales， 他那边说是每个月有4万多台的销量，全国来讲啊。但现在路上看到的数量好像也不是特别多，随随便便一台，我完全没有改任何外观的样子，出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吸睛的能力，就真的特别特别可爱。然后开起来呢也不会说很散，就是还挺规整的，这么规规矩矩的一台车该有的一个品质都有，就是会稍微的短小一点吧。但是在这种路口呢，像这种比较窄的单行道，我真的可以一把过掉头，完全不用打两下，就真的非常爽。早上出来是98好像是，现在77，中间因为拍东西的话我一直没有熄火，一直开空调，空调开在2档，所以可能掉电稍微快一点点，不过我觉得我还能接受。在市区来讲啊，市区代步我再怎么样一天也不可能用到100的电吧，怎么样充一次也能用好几天。营业时间，哇，电动车塞满，有没有搞错？
唯一不好的就这车的门真的太大了，因为他要兼顾后排上车，所以他开口角度也很大，门也很重，基本上10次有8次我都是关不好的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其他都很好。然后这个车你刚刚可以看到，我竖的停到车位里面，我还可以给旁边，如果再有一辆 mini 的话，可以再停一辆，就真的太可爱了，可以竖的停两辆。现在来这间店是日常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，他们家 dirty 啊什么的都蛮好味道。那就要一个得体，一个拿铁，冰的冰的。一个拿铁都是对的，对的。你在拍啊？我想说啊，既然还能连手机就可以听歌啊，然后导航什么的都不耽误，真的是功能齐全。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多出众多优秀，只能说是有了。就像这个喇叭，只能说是每边各一个，还不错。音质什么就不要讲了，听个响，够用就行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旋钮的做工质感，我觉得是比很多车都要好的。它阻尼感很舒服，很适中，然后整个旋钮啊，包括按下去的感觉也不会有松散，然后冷气风也蛮大的，这边这些音量也是，然后包括这些小的，而且它按键都是中文，就是上了年纪人也可以用。然后包括这个按钮也是。质感都不错，就是整体来讲它不会是一台玩具车，就真的做得很认真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用的。但是我现在开车习惯还是比较油车，没有很电车，我应该提前放开这个，然后让它动能回收，我就不用踩那么多刹车，就浪费很多动力，开起来是很舒服的。不过方向盘不能调，座位只能前后不能高低，后视镜是手动的，这个稍微有点蛋疼，你要自己去推，两边都是。不过还好这个车小，所以也不是很远，够得着，就还好，真的很好玩，开起来真的很有意思。哦，地板油，地板油才40斤，好开心啊！哇，我一个车一个小车停这么大个位置都不是很好意思。这门真的很不好关紧，我不喜欢很大力摔门，但是这个没办法，真的要很大力，不然关不上。我想吃蛋糕啊，没开没得吃。过来吃蛋糕，这边蛋糕还不错。绿植爱好者的天堂，这棵棒槌不错，很大，漂亮。但有些植物是售卖的，有一些是不售卖的。售卖的那些它会写名字，像这个心都不错，48，这么小。还有这一个叫做。紫力丸仙人球，这个已经有长小芽出来，这个也不错。点了一份慕斯蛋糕和一杯冷萃，今天的冷萃是秘鲁的豆子，哇，不错。闲逛就先到这里吧，我还要回去睡个美容觉。
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内容啊，就我觉得平时在室内待久了，出来拍拍外景还挺好玩的，感受一下新鲜的东西，开个小车逛一下。OK， 啊，那今天大概就这样子吧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，点下订阅了。那我是 Rob， 下次再见。